热情人的情走在春雨里。哦，魏全空啊，跟着大牛兵是那时候十几年的，魏全空还只有三四年子。大陆长沙持续封闭式管理，慈济志工有限度前往失独家庭关怀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年过七旬的屈老伯，晚年女儿老伴相继过世，留下孙子孙女相依为命。你女是么子时候走的？女啊，女往十二年，今年是四年了。四年啊，四年多的啊、哦。嗯。人家怎么的？家里还是心态好嘞，是吧？那没办法了，他已经是来干活了，那不是麻烦。家里大小事，屈老伯一手包，志工以妈妈心带着孙子俩学做家事。你这样狠起来，他就要出去了。对，生他们呢，以后要长大的，他长大呢，也要出去做事的，是吧？你现在多教点子，他就会高。另一户孙女的蒋壮强是两老防疫宅在家的最大安慰。勤学小公民，计算达人呢。最担心的那个阶段还是过去了。倾听苦楚，也送上防疫物资。这个呢，是我们一个师兄，他们是自己生产的这个天然的香，就像点艾条一样的。啊，搞一个小碟子，你这里也是可以，搞个小碟子。搞个小碟子去，只要把它堆成一个小山，然后点燃它就可以了。啊，整个这个房间里面呐、啊，又消毒又杀菌又清洁，然后那个空气很舒服啊。真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医院，走入这样的家庭啊，陪伴这样的孩子，让孩子的未来的人生哈、啊，有感觉到更多的爱。雨中送暖，一同挺过防疫时期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湖南报道。也因为疫情一度中断，